多問題嘅，其實咁多年都冇見過嘅。茶是歌台如果冇記錯係1998年嘅作品。知就算啦，唔使大聲講。我啲係講成熟嘅觀眾，我乜都冇。classic 啊嘛，型 classic 啦嘛，所以兩位咧，自從嗰次之後咧，呢一次真係算第一次喺電影上面合作啦。係，所以即係接落嚟，即係如果遇到好嘅劇本，兩位應該都唔會排除再次合作啦。唔係睇下馬來西亞觀眾點咯。哎呦，因為其實我都好開心嘅。即係我知道。我哋快啲招攬下馬來西亞投資者嚇，嚟我哋香港拍下電影先得。唔係因為茶樹館咧，當年咧馬來西亞都好受歡迎。係即係首先要多謝 TVB 先啦，即係我嚟講。我哋幫你送飯㗎，部劇。係咁，但係即係當其時我過嚟嘅時候，都算係好受歡迎喎。原來即係馬來西亞觀眾好中意。咁其實我都有個遺憾就係，我有乜嘢嚟緊有咩作品可以再同馬來西亞觀眾見面咧？即係好希望有機會除咗同香港見面拍戲啦，亦都可以同馬來西亞嘅同業啦一齊合作咯。嗱，呢個係我心願。但如果大家準備大年初一咧入戲院睇《臨時劫案》嘅話，想問一下呢啲咧就講大話嘅。呢三個，三個我話唔係，我都唔敢講，覺得係靚仔。喂 ，I'm so sorry， 呢個本人咧係真係好靚同好靚仔同好靚女喺裏面嘅，係夾硬醜化咗。咁所以咧入到去咧，除咗喺部好歡樂戲之外咧，係講好靚仔嘅人，佢搞到自己好唔靚仔，好似阿郭富城咁，戴咗個假哨牙，醜化自己去氹大家開心。你話幾值得買飛入場睇咧？係啦，大年初一記得支持呢部電影啊！咁啊，最後吉圖有啲咩同馬來西亞嘅觀眾講咧？我想過年嘅時候，大家睇《臨時劫案》咧，最緊要就係將屋企開心啊嘛！係咪想要係大家都開開心心、平平安安啊嘛？大家你睇《臨時劫案》咧，你又知道你隔離嗰個男人咧，其實承受好大壓力㗎。面對家庭啦，面對父母啦，面對仔女啦，面對老婆啦，即係佢哋好大壓力。希望大家多分諒解啦，個家庭和諧啲，係咪仲健康啲、開心啲？好哇！我希望大家得到呢個信息。OK。我作為女人咧，我覺得都係會令一個角色都唔一樣。你夾住老公，